喂，喂，喂，点啊？慢点，慢点，真没人了。喂，喂，外红石，外红石。就这了，同学。行行，这也付没多少钱，好不好？我要脱了给他，把这个拿来穿上，感受一下。哎，娘，爹，咱这边横着走的有几个，一开始全部都是你多美。对，近的话，咱们要要变了，这个穿脚变什么多啊？穿那个叫剪纸啊、黄金相纸啊。带到了。多少人过两年的时候，你看也没有屁了，走了吗？消耗品。你要跟着演员后面走的，多少路人？带到了。这样过去，然后呢？这样过去。那等于是吹成型吧，然后开那个那个黑烟的召唤那种那些鬼魂。应该是那个产品相关，但是见了啥？见了什么？玩龙之谷吗？玩啊！那我就剑圣的，之前最早是剑圣的那个大招，一顿乱砍，飞出来了，对吧？他那些剑都飞出来了，不过他反正单体伤害一顿乱砍，对，就对着人砍，哎。玩到那个萨满了吗？出那个那个那个他的那个大招啊，周围区域，然后那种爪，你说你是吧？很像类似，嗯，是吧？灵犀谷，已经玩的可精了，我也是，装备全部买了。现在人社交方位啊？不，什么套装？你玩什么套装？玩那个版本是什么来着？绿龙还是什么龙来着？